我期待心衰落，期待心衰落。壮烈不为要成，不为结网，千秋山河斜阳过，青史不朽，红颜倾国终不落，名声在上，江山美着，江山美妹妹，你说的没错，云阳是提不起精神去上一个从来没有记忆的亲生父亲，尽管他是暴君，做尽普天下的坏事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当我想到我要割下自己的亲生父亲的头来，我的心就感到寒冷，感到害怕，总觉得残暴的不是父亲，而是父亲的女儿，就是云阳自己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绝不勉强你，你留下来，留下来，让我一个人去。天若灭雍正，一个人足矣；天若不灭雍正，纵然有千军万马也是枉然。不说了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的，妹妹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让我跟你一样消愁释恨、苟且偷生的话，绝对不可能的，妹妹。实话告诉你，雍正我是杀定了，不为别的，为我的红利。我不杀他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我的红利给杀。云娘可死，但红利不能死啊。妹妹，你不都看到了吗？江南的百姓是那么的爱戴太子殿下，当一张张百姓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他们对红利是那么的信任，那么的寄予着厚望，姨娘的心都陶醉了。所以他不是陈阁老的儿子，也不是雍正的儿子，他是天子。他不管是从哪个女人的肚皮里出来的，他都是天生的。那天我用金缕铁风衣打倒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我就感觉到我们已经是冤家了。这种感觉比夏天的雷电还要来得凶猛，我甚至感觉到他爱云娘
比玉娘爱他还要深沉。所以妹妹，我们一起去吧，不管成功与否。如果我们没有成功，反而被暴君刺杀了，也可以给这阴冷的天空留下两道绚丽的彩虹，留给民间一段凄美的传说。就像汉朝的明妃一曲昭君出塞唱到了今天，你说呢？妹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压根就不像你的姐姐？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我担心的是红丽她到底能不能给你真爱。你觉得他是真的爱你吗？真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只希望你好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姐姐。好妹妹，我们既然患难相交，就让我们患难与共，我们生死都在一起，好吗？皇上，来人，背灯，我要出去走走。这么晚了，太子殿下还……啰嗦什么呀？叫背灯就背灯。这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走走，随便走走。嘿嘿，太子殿下，您到底是太子殿下，这做起新郎官都与普通百姓不一样啊。普通百姓的新郎官现在哪肯舍得离开洞房啊，早抱着新娘子，可您呢，就是不一样。您心里啊装的是天下老百姓，您心里啊装的是朝廷，把那么漂亮的新娘子给搁在那儿了。哎，您说咱们奴才们不尊敬您，尊敬谁呀？安静安静安静，你安静点行不行？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我已经还了他。来人呐，这是到哪儿了？我出去。太子殿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快来人呐，放我出去。应该是秋月宫吧，这里是关着犯规的嫔妃的地方。我已经还了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？太子殿下，咱们回去吧，这天寒地冻的。放我出去。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你放我出去，你怎么不放我出去啊？我是康熙皇上。十三颗红石。哎，太子殿下。站住。哎，别动别动别动手，是太子殿下驾到。叩见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把宫门打开。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宫。难道连太子殿下也不行吗？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宫。太子殿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红丽今日成婚大礼，不见皇兄前来祝贺。皇上囚禁皇兄是皇上的道理，红丽如果不请皇兄喝几盅喜酒，那就是红丽没道理的。你们把宫门打开，红丽至少要见皇兄一面。那得有皇上的手谕。奴才，难道在你们眼中只有皇上？太子殿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新婚之夜别都闹得不高兴了。太子殿下，请回吧。皇上，有人要杀红丽。
太子殿下，请回吧。皇上，皇上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大人呐，把门打开，不然我把他砸了。是是。三哥。山西的杏花村，四川的老泸州，都没这秋月宫的酒香啊！好久，好久，好久啊！有了酒，有了酒，红师就不出去了，就不喊皇阿玛放我出去了。三哥，好久。太子殿下，他疯了，他不认识你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好久，好久啊！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嗯，他在那儿呢，他原来在那儿，在天边。三哥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啊！皇帝呀，你在江南看见这峨眉冷月了吗？啊！好一个苏东坡呀，既然说但愿人长久，又为什么要说此事古难全呢？啊！古难全啊。皇兄，皇兄，哎，皇兄，皇兄，三哥，三哥，是我，我是狐狸呀，啊，我回来了，我没出事，啊，别担心，啊，我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不是站在你面前了吗？啊，三哥，你醒醒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你醒醒啊，皇兄！三哥，狐狸，记住皇兄临别时的话，我保重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没出事，我回到宫里来了。皇帝是来感谢皇兄的，感谢皇兄一番深情厚意，啊，三哥，不，三哥，太子殿下，他真是疯了。且恶如去仇，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，恶不可及，过不可长，善不及不足以成名，恶不及不足以灭身，积善者昌，积恶者丧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呢。太子殿下，
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处不胜寒，但你悬于长天，一尘不染。云可遮你，雾可锁你，但你一路却把华光遍洒九州啊！你比不得炽热的阳光，却这么安静、清冽。不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殿下，酒，酒，酒。酒，酒，酒。善良的三哥，你为什么被卷进一桩阴谋之中呢？由于你的无知，不，学问经纶红利不及你，是因为你的懦弱。你懦弱，你就应该远离阴谋。你既然干了，你又何苦如此折磨自己呢？红丽原谅你了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原谅自己呢？三哥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有了你才有了红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难言的不幸啊。我把自己的不幸又带给了这个无辜的女人。复查是太子妃，叩见太子殿下。好一个复查是太子妃呀、啊！刚才你不去和红丽，我只是在等待太子殿下回来。心里在想什么？我。确实不能让太子殿下喜欢。好，好，说了实话。你若不能让太子殿下喜欢，你又如何？等太子殿下有了喜欢的人，就废了我。好宽广的胸怀呀！啊，说，红丽若废了你，你不伤心？我相信，太子殿下不会轻易把悲伤赋予一个爱他的女人的。好，好。
说得对。假若太子殿下有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呢？那请太子殿下现在就废了富察氏吧。你明明知道这是皇上和皇后钦定的亲事，太子无权废了你。哼，故意装作慷慨激昂，想气气红利，是不是？那请太子殿下留我数年，再废了我吧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再欺负我了，我什么都随你，你答应我不要欺负我了。你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你站着干什么？你坐呀。好一个富察氏，你这般善良美丽的女子，你不应该被抬进大清门里。我是仰慕太子英明，是心甘情愿来的，我的太子殿下。你不了解红历。不，我知道许多关于太子殿下的故事，我早已被那些动人的故事所迷住了呢。可你不知道的那些故事，那些是让你可以伤心绝望的故事。那是些什么故事啊，太子殿下？杀人的故事。太子殿下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你真的会杀了我吗？太子殿下，红历只担心在不经意中就把你杀了。用刀子还是用剑呢？难道这个世界上杀人的只有刀和剑吗？那还有什么呢？总不能拿石头砸死我吧？我只是有一种感觉，因为我而断送了你。好一个悲情的皇子，别这样。如果我因为太子殿下而断送了卿卿生命，那也是天命。我会觉得自己好幸福，好幸福。太子殿下，只要一宿我就满足了。等到明日晨曦映在窗户的时候，你叫不醒我，皇后也叫不醒我，皇上也叫不醒我，我的魂儿已经到达月宫了，跟美丽的嫦娥在一起，你信吗？怎么又碰到你了呢？
杯上，甜点。快点，快点。来，卸下来吧，好了好了，这儿吧，好，来，把这卸下来，这就放前院啊，哎，好好好，来，快点快点，哎，这给我吧，动动手，行，好了好了，这就放前院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谢谢我来，这个放后边后边啊，哎，来快点快点快点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慢点慢点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别落了，扛起啊，这个放我房子去，哎啊。行行行，哎，往下往下，快往前，哎呦姑姑你好啊，哪儿来的戏班子？回公公的话，我们是苏州来的。叫什么名啊？叫同庆班。没听说有这个名啊。我们是第一次进京，这名气还不大。唱好了就大了啊，托公公的福啊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都会唱哪些戏呀？三国水浒全本的都会。那不是让人造反打仗吗？哦，还有窦娥冤、牡丹亭，还有昭君出塞。那不是让人掉眼泪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《莺莺传》《西厢记》呀，那不是让人月下偷情吗？哎呀，这公公，我们这戏班子啊，没事。他们俩也是唱戏的啊？他们刚来没几天，倒是会唱几出戏。啊，那就别把戏箱搬下来了，把搬进去的都搬回车上去。哎，好好好好，你去招呼一下啊！你们赶快去，哎，都搬出来！你们好好的到坤宁宫唱他半个月的戏，让皇后娘娘过一过戏瘾，她正烦着呢。哎，好好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叩见皇后娘娘，给娘娘请安了。哟，新娘子给婆婆请安了，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来来来，到额娘这边来。怎么，昨晚洞房花烛，新婚燕尔，小夫妻如胶似漆吧？红丽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太子待我实在是太好了，皇后娘娘。哦，好极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是的，皇后娘娘不用再为我们操心了。哎呀，多么善良美丽的太子妃呀，你以为你们那点事儿我不知道吗？娘娘，怎么，奴才们禀告哀家说，昨晚上红丽没在洞房里陪你，而带了个小奴才提着个灯笼去宫里溜达转悠去了，有这回事儿？奴婢没有服侍好太子殿下，没能让太子开心，这都是奴婢的过错。是吗？要是真的不能让太子殿下喜欢，不能讨得太子殿下的欢心，娘娘您就废了我吧。废了你？让我回到娘家去，回到我的大草原去吧，娘娘，我求您了。
宁愿让奴婢痛苦一生，也千万不要让太子痛苦啊，皇后娘娘。哎呦，孩子真是个好孩子。红丽不喜欢你，皇后喜欢你啊，哭什么，伤心什么呢？啊，孩子，昨晚上红丽她不是对着你来的，她是对着她皇额娘来的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啊，你这个让人心疼的丫头，是我百里挑一给他挑来的。哎呦，多么可人的姑娘，他竟然不爱。哼，没关系，你的凤辇是风风光光的从大清门抬进来的，我不开口他就废不了你。哎，这些男人们呐，别说是皇家的子弟，就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对待女人呐，总像是吃的东西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总是觉得这隔壁的花儿比自个儿家的香。你呀，别奴婢奴婢的，自个儿称自个儿奴婢。起来起来，你呀，是太子妃。你是太子宫的主子，你要辅助太子，要管住太子。皇后，我是管不住他的。傻丫头，这女人管男人，有许多许多的好办法呢。我恐怕不行啊，娘娘。那有什么事儿呢？你看着不顺眼，他要是违背祖训啊，不听他皇阿玛皇额娘的旨意，自个儿干了自以为聪明的事儿，你就来告诉我。哎呦喂，都长成大人了，还有他的娘管着他。哎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怎么，你觉得不合适是吗？那你就错了。你的男人不是平常百姓家的男人，他是当朝的太子，将来还要做大清国的皇上。你呢，是这宫里的主子，将来也要做皇后。每个皇后的心中不但要装着他自己的男人和主子，更要装着大清国的万里江山和千秋社稷。想明白了？我有点明白了，娘娘。啊，那就再慢慢的想吧。这哎，诸位听着啊，今天是进宫头一天演戏啊，都得演好了，演好了说不定皇后娘娘有赏啊，啊，都演好，保着点啊。皇后娘娘驾到，小的们叩见皇后娘娘，都免了，谢皇后娘娘，坐下，坐下化妆吧，快快快，坐下坐下，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坐下，别让他注意到你。哎，班主啊，能唱十五天大戏吗？能，咱们同庆班能唱八十本大戏呢。是吗？皇后娘娘您爱看什么就点什么吧。哎呦，这么多的戏呀、挑哪个好呢？
皇后娘娘，您爱看什么就点什么，小的们一定给您演好。这三国啊水浒啊都能演呢、啊、能，三国水浒全本的咱们都能演的。不过看这戏不好，让人想着造反呢、啊、打仗什么的。谁说的？看看戏就造反了。哀家看呢，这唱戏的不造反，造反的不看戏。是。谁说打仗不好了？这不打仗，大清的万里疆域不是列祖列宗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吗？不打仗能有今天吗？哎，是啊，皇后娘娘说的是啊。哎，谁说不能演？演，八成是演不了啊。那小的们就遵皇后娘娘的懿旨，就演一出《林冲夜奔》吧。皇后娘娘，您看呢？行，哪出好看，就唱哪出啊！哎呦，哀家还得点出花旦戏呢。有，这折子上都写着呢。是。这个不错。都长得挺俊的。是啊。班主啊，这个姑娘能唱什么戏呀？这姑娘刚进戏班不久，学过一出《雷峰塔》。哦，唱白娘子啊？对，她还唱过《昭君出塞》呢。哟，这出戏好啊，百看不厌呢、啊。那就先演这出戏吧，啊？可这是一出让人掉眼泪的戏啊。今儿个是宫里大喜的日子。恐怕不妥吧、有什么不妥呀？哀家每次看戏都得流泪，流完了泪这心里呀、舒坦多了。谁说不能唱？哪出戏不能唱啊？谁在中间打岔呀？没人打岔。皇后娘娘要看昭君出塞，那就让姑娘们快出塞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好好说话，别吓着人家。是。转过身来，姑娘。小女子叩见皇后娘娘。抬起头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你。叫什么名儿啊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小女子唱戏以后取了个艺名叫秀君。在哪儿出生呢？江苏昆山。是汉家姑娘。是汉家姑娘。娘娘，姑娘今年多大了？小女子今年18了，娘娘。那你双亲都还健在吧？健在，都在老家种地呢。你认识那个江南的陈阁老吗？陈阁老的家是在海宁吧？娘娘，海宁在浙江省靠近杭州的地方。娘娘，那个地方离小女子的家还很远很远呢。那你好好化妆吧，今日皇后娘娘要看你的昭君出塞。都赶快化妆吧，化好了妆好好演戏，今日皇后娘娘有重赏啊。谢皇后娘娘千岁。快点化啊。夜班了啊，好。
娘娘请。哎，我好担心呢，他是不是怀疑于娘了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是注意你眉梢的那颗痣了。他怀疑我了？不会的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女戏子是他的亲生女儿。哎，别胡思乱想了啊。嗯，哎，但愿如此。怎么了？见了亲生母亲，心肠又软了？不，再不你们两个在这嘀咕什么呢？下面就是你的昭君出赛了，快着点啊！知道了，快出场了。皇上呢？皇上怎么不来看戏呀？奴才已经请过皇上了，皇上正忙着呢，正闲了就来。他呀，他什么时候能闲呢？哎，太子和太子妃呢？一会儿就来。太子殿下携太子妃驾到。余娘，余娘。余娘，余娘，皇儿给皇额娘请。太子妃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都免了。怎么，姗姗来迟的，昨晚上没睡好是不是？看皇后说的。红丽啊，坐下吧。哎，来，来，坐到皇额娘身边。谢皇后娘娘千岁。后啊，你也叫哀家皇额娘吧。哎，皇额娘。嗯，怎么新婚蜜月红丽没欺负你吧？没有啊，皇额娘。这样好，这样好啊。你呀，你别听他的甜言蜜语，红丽这孩子脾气坏起来可不得了呢，以后他要是欺负你呀、你就到皇额娘这里来告状。他皇阿玛治不了他，还有我皇额娘呢。皇额娘，太子说了，他是永远不会欺负我的，请皇额娘放心吧。皇儿啊，你是这样说的吗？皇儿是这样说的。别伤心了，皇宫里的人没一个是好东西，今天晚上我们把他们全杀了。看流水，江山就